位早晨啊！早晨啊！早晨！可以好難得今日咧咁多位姊妹嚟啊！不如我哋介紹一下先啦，好啊！好啊！我係趙修女 Mariana 啦，我係嚟咗澳門香港差唔多六年啦，咁咩國家咁耐啊？舒燕雲修女啦，咁就係入咗會25年啦，所以今日咧就係一個慶祝嚟嘅。Hi 各位，我似唔似韓國人啊？似㗎。湯書記問咗我兩次喺邊度學廣東話，佢話我係韓國人。其實我係中國人啦，我係江思維修女啦嚇，咁我就係、正式嚟講，我離開屋企入修院咧係27年啦。我係27年前生日嗰日入修院嘅。特唔特別啊？好特別啊！我唔知嘅。係啊，佢話俾你知啊。多謝你，而家啲人都講，一陣輪到你，而家我講先。咁我係何嘉怡修女啦，咁佢哋個個都嗌我聲修女嘅，咁我03年入會，數下咧，其實都成15年喎，你哋少你10年啫嚇。咁係啦，香港人嚟嘅，地道香港人，咁就係咁啦。講住咁多先，到你啦。咁我係鄭瑞嫻修女 Olivia， 我入會其實係04年，啊唔係啊，04年，係94年入會，咁所以咧我就跟住阿孫同埋阿公修女尾嘅，之後嗰、那個，好啦，到你，我係陳雲修女，咁咧有些人叫做 Teresa 啦，通常都係直嗌我名陳雲。咁啊，我喺呢度應該係最細嗰個嘛，入會係啊，我係阿姐之後嗰年入會嘅嚇，咁都10年，唔係未夠10年。咩啊？我係温10年咯喎，14年啊，原來我計字都好差嘅。不過計法院咧法，因為計法初院開始咧就唔。14年唔緊要啦，呢啲我哋後話。總之入咗會算啦，今日咧就即係點解今日會喺呢度咧？咁其實我哋即係係個廢點嘅特別嘅節目嚟嘅嚇。咁啊佢哋俾咗個名我哋喎，叫方濟師打喎嚇嚇師弟 life and life 咁樣。life and life 嚇好麻煩嘅，啲有中有英啦，係咁。不過你知啦，我哋即係國際性修會嚟噶嘛。是咁上下噶啦，咁嚇，咁咧，所以咧，嗱，今日咧，適逢咧呢兩位嚇25年啊，聽唔聽到啊？25年啲孫修女咧同江修女咧25年，好難得咧咁樣咧，所以咧嚟澳門啊，嗱呢位韓國修女啦 ，Mariana 啦，陳雲啦，同阿鄭瑞嫻修女都係澳門過嚟嘅，點解我？係我孫修女，係我哋兩位香港嘅啫。咁我哋即係專登即係澳門修女過嚟咧，就特別係慶祝佢哋嘅入會週年慶典咁。咁不如咁啦，嗱咁難得嚇25周年入會，咁我諗啲青年人咧，我相信嚇都好八卦咧，想知道咧點解我哋要入修院嘅咁樣。咁咧你咧好大聲啊，好似細聲啲啊，唔係細聲啲啊嘛，得唔得？係啦，你細聲啲啊嚇，得啦，好快啲嗰度，因為我有揸住嘅，同一人揸住佢啦嗱。嗱，一般咧啲青年咧都好想知道咧啲修女咧點解入修院嘅嗱，即係嗰啲秘密咧，啲修女咧會唔會睇電視啊嘛？你話失戀啊嘛，實俾唔敢問㗎。你哋有冇啲咁嘅經驗嚇？有冇俾人問過嚇？講下，有嚇，講下啦。咁我就話俾你聽，其實冇失戀過嚇，只不過我唔中意人啫。中意人可以加入呢個收會㗎。係咩？你個動機唔純正。嚇動機唔純正？係咯，唔係咁嗱。通常咧，我哋即係入修院咧，咁即係一般咧都係因為天主嘅召叫啊嘛。但係即係因為天主嘅愛咧嚟嘅。不過咧，好多時咧啲青年咧，好即係覺得修女咧好神秘啊，係嘛？即係我覺得我嗰陣時青年嘅時候咧，
咁喺社會學校讀書啦。咁我最中意咧，即係好新奇啊！哎呀，點解修女？咦，有個露台嘅喎。咦，佢哋會喺嗰度做早操。即係做早操，好奇怪嘅。咁咧，我覺得都好神奇嘅，即係都好秘密嘅。咁我唔知道你哋有冇有呢啲類似嘅經驗咧？咁可以啊，有㗎有㗎。以前細個讀亦都係讀修會學校啦。咁啊，都覺得第一樣嘢咧，因為嗰陣時修女好多都戴頭布啦、頭巾啦，好想知道佢有冇頭髮。呢個係我好想知道嘅嚇，因為咧當啲風吹起嘅時候咧，就即刻睇翻啲修女個 veil 會唔會吹起，見唔見到頭髮？咁呢個係我哋即係讀書嘅時候，同學之間嘅一啲好開心、好好玩嘅嘢咯。呢度得韓國修女有頭髮。我哋剩女生學生都係咁啦，佢哋想睇下我嘅頭髮有冇長嘅咁。其實我同你哋一樣啊嘛，但係佢哋唔知道，所以我唔想俾佢哋。你哋咧？你有冇啊？我唔係讀修會學校嘅，不過咧以前咧翻親聖堂咧，修女就會好嚴肅咁，要好乖咁去聖堂。咁直接咧，我見到一個咧好特別嘅修女。點解呢個修女咧成日都講笑啊？點解呢個修女咧成日都笑啊？點解呢個修女咧講嘢咧好似有啲唔正經咁樣？係啊，修女。得意啊！係我，多謝你啊！我其實我以前一路都冇接觸修女嘅，不過係我喺聖堂學讀禮嘅時候喺聖堂嗰度有牧職修女啦。咁我覺得都幾嗰、那個修女咧唔好嚴肅嘅喎，咁就即係咁樣係啦。因為佢唔嚴肅啊嘛。係啊，最緊要佢唔嚴肅。我都係讀修會學校嘅，咁嗰陣時都好似孫修女咁啦，好好奇嘅，因為修女就住喺頂樓咯，學校嘅頂樓，即係好似我而家我嘅屋企啦，我又住喺學校嘅頂樓啦，咁啊成日都咧望住上邊咧，修女有咩動靜咧嚇，咁咧見到佢哋喺度行出行入咧，佢幾點鐘食飯嘅咧，好想知佢食乜嘢啊嗰啲咁嘅嘢，點解時時咧我哋咧開完 sale 之後咧叫修女喺度食嘢咧，修女都話唔食嘅咧，咁係咪佢食嗰啲嘢同我哋嗰啲唔同嘅咧，都會有呢個好奇心啦，係啊。咁啊講翻我自己點解會想做修女啦？你頭先個問題係咪係嘛？係咪啊？咁其實我咧就係我屋企裏邊咧第一代嘅教友嚟嘅，我唔係一出世就即係領洗啦咁。咁我係六年班嗰陣時候咧，先同媽媽啦，同埋妹妹啦，同埋一個細佬咧一齊領洗嘅。咁我自己覺得我有讀舞蹈班嗰個年代都咁我哋一齊舞蹈嘅。咁我發覺咧，我認識咗信仰，認識咗邊個係主耶穌之後咧，我哋成個屋企咧嘅家庭氣氛都唔同曬咯嚇。咁開心咗好多嘅。點解我咁講咧？就係因為我屋企咧最細個細佬咧係一個弱智人士嚟嘅，即之前咧屋企因為有一個弱智人士嘅細佬咧始終會覺得家庭裏邊即係有一份欠缺啦嚇，唔係好開心啦，因為呢件事。但係自從認識咗信仰之後咧，我哋就好積極同埋好樂觀咁樣睇呢件事咯嚇，特別喺我媽媽身上睇到。咁所以呢樣嘢咧都令我覺得係天主係好偉大咯嚇，即係佢能夠讓我哋個家庭有翻份希望同埋喜樂。咁嗰陣時就開始諗，我可以做啲乜嘢嘢咧嚇咁。其實一路喺度揾嘅。咁後嚟啦，即係我讀完書之後，我就入咗護士學校啦。咁就因為我好中意做護士啦。咁其實嗰陣時我嘅心願咧都喺度十五十六嘅，有諗過修道成召，但係咧我亦都有另一個好大嘅心願，就係我好希望去做無國界護士嘅。這個是我的心願來的。咁最後尾就透過呢個修會啦，被天主吸引啦，咁係一個傳教修會啦。咁我而家係成為咗一個無國界傳教士啦。啱啊！咁我嘅回應就係咁咯嚇。孫修女咧？其實唔係失戀嘅，只係咧有一個機緣巧合，又唔係機緣巧合，即係。
即係添住好多計劃喺我身上。咁啊，因為我嗰陣時候其實我大過領洗嘅，我係讀完書之後，中學畢業之後，咁啊去聽到你，跟住領洗。咁其實我學校嗰個生活咧，我好反叛嘅，即係我比較偏向基督教嘅同學嘅。咁啊，但係好奇怪就係畢咗業之後咧，就反而想聽下道理喎。咁啊，聽下道理之後，即係好順利咁啊領洗啦。領洗之後咧，喺堂區多啲服務嘅時候咧，就識咗一個。即係一班熟嘅嗰啲青年啦，咁啊，其中有一個女青年咧，佢話俾我聽，我去非洲傳教啊，咦，我愕然啊，咁啊，佢問我你去唔去啊？哦，我唔去啊，咁嚇，因為佢係加入咗傳信會嚇，佢第一代啦嚇，咁當佢問咗我呢個問題之後咧，我就即刻諗下就係，咦，我嘅生命點樣走會有意義咧？係咪結婚定係獨身定係行一條？特別嘅即係修道嘅路啦，咁喺個過程裏邊，我就去辨別啦嚇。咁辨別嘅過程裏邊，亦都睇到天主真係召叫自己嘅時候，咁就加入咗點解加入 FMM 咧？有好一匹布咁長啦嚇。嗰匹布咧就係由聖地開始嘅。咁如果你想知道咧，咁第二個特輯先啦嚇。就係咁咯嚇。是一個追求生命的意義開始了。嗯，那你Mariana 趙修女啊，你咧喺韓國咧，因為我唔係好熟悉韓國啊，咁我唔知道即係你點解入修院啊？咁啊，同埋我哋好想知道咧，你之前有冇拍過拖啊？又或者有冇諗過咧就拍拖？有諗過定有拍過？其實啊，呢個係秘密嘅啦。哇！咁講唔講得㗎？唔想講。秘密梗係唔得啦。係有拍拖，但係咁後來點解入修院啊？但係點解入修女呢？我係我媽媽，我媽咪啊。媽咪嘅屋企都係老教友啊，所以嗰啲氣氛係已經係祈禱嘅氣氛啦，係天主教嘅嗰個家庭裏邊長大嘅。咁我唔知幾時開始，我決定決定呢個唔係另外一個問題，男嘅嘢咧，因為我係。我有三個兄弟，咁我冇姊妹啦。我細嗰陣時候一直同媽咪講：媽咪啊，俾我姊妹啦，俾我姊妹啦。佢啊，而家你有好多，你有幾個姊妹啊？佢覺得好煩啊嘛。做修女嘅話咧，有好多姊妹啊，咁啊，龚小姐，係真嘅，係真嘅，有好多姊妹。係，但係係啊，但係後來我長大嘅時候啊，呢個世界裏邊生活嘅時候有好多困難，咁呢個困難，一路生活嘅時候啊，最重要係乜嘢咧？最重要係我有冇信仰，我有呢個點樣我跨越呢個生活嘅困難咧？呢個都係信仰嘅問題啦。咁所以就係咁樣，就因為呢個信仰，咁就決定咗入修院啦。我遇到我哋修會嘅時候啊，我唔使諗啊，我要入啊。有咩咁吸引你啊？我哋嗰陣時，我覺得真係我哋修女著白衣啊嘛，咁啊靚啊，好開心，大家都真係好開心，呢個最重要嘅。嗯，咁我諗，咦，你入修院呢一段時間啦，係嘛？咁有啲咩深刻啊？嗱。趙修女咧仲話靚啦，係嘛？
咁啊 ，FMM 我哋即係瑪利亞方濟各傳教修會啊，即係我哋呢個修會有咩吸引到你啊？吸引啊！你講先。其實咧，我一路我都好少，即係機會，因為我屋企唔係天主教嘅，即係宗教啦。咁啊，其實係大個嗰陣時，即係先至即係領洗啊，出嚟做嘢嗰陣時先領洗。咁我諗喺嗰個即係後嚟一路咧有機會接觸修女，係因為啊我嗰陣時去一個即係大嘅聖召營啊，咁跟住咧就每一個月咧就有一個聖召嘅好似跟進營咁樣，咁我就喺嗰度咧，其實咧就好固定咧去有兩個嘅修女，我一路都有接觸同埋同佢傾偈，其中一個就係我嘅 FMM 修女。咁佢亦都好快啦嚇，佢邀請我即係去團體啊咁樣食飯啦嚇。咁啊，食飯啊，傾偈啊，係啦。咁啊，我就即係喺嗰度，我諗係即係感受到，其實係佢哋好生活係好簡單嘅，但係咧佢哋兩邊即係有一種好好開心啊，好喜樂咁樣咯。咁我就咁樣一路即係接觸啦。係咯，我見到有人有問題問我，你望下先。係啊係啊，我都見到啊。係喎，咦有個提問就係非教友嘅家庭嘅修女們，咦？係啊。呢幾個咯。係。請問你？佢哋問你哋喎。是怎樣利用？係啊，用時間説服其佢説服咗你屋企人啊？屋企人。哦。係啊，呢個好難㗎。非教友一句啊。我諗我自己嘅經驗，第一樣嘢咧就策略性啦，咁有啲策略。即係其實自己嘅驚嘅個造成嘅，即係話，首先同邊個講會最容易入手先咧？就同細佬妹，因為我係大家姐啦，咁細佬妹咧就同佢講，咁基本上冇異議㗎，係只係話俾佢聽，我入修會啦，佢哋都有少少即係 question 咁嘅樣啦，但係就冇乜阻止啦，咁啊跟住咧就講俾阿媽聽，咁阿媽就以淚洗面啦，咁喊好多咁啊，只是氹佢啦，就係、是、你俾一年時間我入去試咗先，唔得我會翻嚟噶。咁即係咁，佢話好啦，咁啊喊住咁送我走啦。咁最難咧就阿爸嗰關，因為阿爸覺得我走，即係我入咗修會咧就係冇咗個女，咁啊所以咧佢係最嬲嗰個。咁啊，但係因為我自己都有呢個渴望，我想點都好啦，我都要試一次。咁啊，所以入咗會啦。咁啊。過程裏邊咧，其實都兜兜，即係經過咗十年時間，因為一個有機亦都係有一個機會裏邊有個神父希望我寫一篇文章啦，咁啊於是咧就翻屋企同媽媽，佢個神父好得意話唔係你寫，由你媽媽寫或者屋企人寫，咁於是我就翻屋企問阿媽，同阿媽傾偈話我入咗會十年啦，咁啊你覺得點啊？咁從佢口中咧，其實兩個很重要的即response 俾我咧，即係回應就係、第一，佢又不接受，不想話俾人知我個我個女做咗修女，直至到每一次見到人都話我個女做咗修女，咁呢個好大個改變。第二樣嘢就係、其實媽媽一定是希望仔女的生命咧係開心的嚇、喜樂的，所以佢看到我呢十年裏邊。的生活是喜樂，很多喜樂在這裡，也都看到我自己的生即是叫做行為或者一些態度不同了的時候，都影響著他們對我作為一個修道者的觀感。因為在過程裡面他時時都來修院探我的時候，他接觸到一些修女原來修女是這麼好的，雖然生活可能很簡單，但是呢他們當中的那份喜樂呢時時都被人感受到了、就現在我爸爸都接受了，接受了我做了修女了、所以每一次回家呢都是很開心的，他們都會很喜樂的、我們聽多一個吧，不如修道人的經驗就是家裡的策略，你會不會有對啦？ 我分享一下啦。為什麼我想分享呢？我不知道剛才大家聽到我有一個弱智的小佬啦，即係為我都係大家姐嚟嘅。我要入修護院咧，雖然我嗰陣時屋企已經除咗爸爸之外咧，個個都係教友，但係都唔容易嘅。
咁啊，我都同佢一樣啦，有策略地話諗瞓唔瞓唔著，唔知幾多晚，然之後同邊個講先咧咁樣。咁誒，我都係誒，我就唔係同細佬妹講先咯，我就同媽媽講先嘅嚇，因為我同媽媽嘅關係好好嘅嚇。咁媽媽當然係唔捨得啦，咁不過媽媽都即係誒，佢話只要你開心就得啦。咁不過佢就擔心誒。即係我，因為我身體係比較弱啲嘅，咁佢即係擔心啊，我要自己照顧自己喎，咁誒得唔得咧？咁樣，咁誒，咁我回應性照嘅過程其實都一開始就已經有啲波折㗎啦。點解咧？就係我係誒俾原先預定入會嘅時間咧延後咗啲嘅。咁我嗰陣時已經辭曬工啦，準備入收院㗎啦。但係突然間咧，媽媽有 cancer， 咁同埋咧就好快就離開啦，翻咗天主度啦。咁其實嗰陣時自己內心好大嘅掙扎啦，咁因為我爸爸就唔喺香港做嘢嘅，咁我嗰陣時已經問天主點解會咁㗎？你係咪真係叫我㗎？點解咁波折㗎？咁嗰陣時就諗，唉，都係唔得㗎啦，因為有個弱智嘅細佬啊嘛，係咪啊？即係都要自己嘅大家姐都要照顧翻個屋企啦咁。但係好得意啦，一個好特別嘅經驗咯。我仲好而家我好清楚記得嗰日發生咩事，就係我即係。其實嗰排個心都喺度諗緊，咦？我係咪應該快啲翻出嚟揾份工咧？咁樣，咁我喺度燙衫，突然間我爸爸喺度坐喺度睇報紙，佢問我：你又話你入修院嘅，你仲唔去噶？我直情嚇到咧，差唔多將個燙斗咧掟咗落自己嘅腳趾嗰度。佢啊，咁我話誒，咁點啊？即係你喺外邊做嘢喎，咁如果我入修院，細佬點啊？佢話：咁我翻嚟咯咁。咁但係爸爸就講咗一句咯，佢就話。你如果真的試了不得辛苦的你好快點回來啦，即係都是跟孫修女一樣咯，即係感受到其實屋企不捨得，但係佢係好愛我哋咯嚇。咁呢樣嘢其實為我好想跟青年人分享，就係、是、好多青年人咧有一個即係有一個阻擋啦，就係好擔心屋企有咩反應，同埋即係嗰份反對咯。但喺我個人的經驗裏邊，我深信爸爸嗰日講得出呢句説話，唔係因為我。真係天主喺度工作緊嚇，佢嗰陣時係一個非教徒，佢唔係一個天主教徒，佢都突然間即係佢因為錫我啦，係咪啊？尊重我嘅選擇，佢寧願佢翻嚟咯。咁我覺得係天主安排，所以青年人唔好貪心太多，係啊，天主會幫你鋪好條路。好感動啊！其實即係屋企人嗰份嘅支持咧。呢度咧有另外一個有位青年咧好有興趣問啊，佢話咧點樣先即係有冇考慮過入第三會啊？即係唔係做修道，即係唔係入修院咁多蚊嚟到，咁即係唔入修會有冇考慮過入第三會？誒點樣先知道即係自己有嗰份嘅召叫啊？係啊，咁啊點先知啊？祈禱咯。係啊，我都識講嘅其實。冇錯，因為老實講，我自己我揀真係揀，即係我考慮入修會，我有諗過嘅，就算我嗰陣時其實我一個經驗咧就係、是、我入咗即係已經係入咗修會係嗰陣時係保守生啊，咁有個問題咧，就係我發覺啊，入咗修會，我以前我入修會其中一樣嘢傳福音啊，成啊，咁我以前喺學校喺堂區可以做好多嘢嘅喎，咁但係入咗修會之後，好似你好多嘢要申請啦，你唔可以話我想做咩福傳工作就做，反而少咗係嘛？係啦，係少咗好多，咁所以嗰陣時咧，其實有段時間咧，我係喺聖體面前問點解我喺度？我喺度又咩都做唔到喎，跟住咧又掛住屋企喎，嚇咁嗰份嘅感覺就係點解我要喺度咧？咁我就喺聖體面前真係喊問耶穌，我點解要喺度啊？同埋嗰陣時我其中一個修會俾我嘅即係使徒嘅工作咧，就係去一間高中學校。每個禮拜去一次嘅啫，咁咧去到東涌好遠啦。咁啊去到嗰度咧，其實嗰啲青年人咧係完全冇未接觸過嘅生活背景啊。佢哋諗嘅嘢，我其實佢哋講完之後嚇，
原來你咁諗，係啦，係啦，哇！完全咧，你係諗唔到，原來佢係咁樣思考方式嘅。跟住咧，我覺得咧，我唔知點樣同佢哋去溝通啊。我又好驚去面對佢哋。咁每一次咧搭巴士去咧，我都好驚。跟住咧，哇！我以前喺學校教書，我知道自己講咩嘅，無論上中文堂、英文堂，冇上英文堂啊。星體面前喊住問耶穌：點解我喺度？點解你要我去幫你傳福音？點解會喺度咧？咁但係咧，喺一個好長嘅時間嘅祈禱當中咧，唔係直接嘅聲音，但係咧佢答我啊：我要你喺度，即係唔係我可以為天主做啲乜嘢？而係啊，我嘅生活方式，我成為修女呢個身份啊，就係耶穌俾我嘅恩賜。佢要我用呢個身份去見證佢嘅愛，咁所以有陣時真係我點解揀呢個修會咧？就係嗰陣時參加嗰、那個呢、這個修會，唔知點解喺地圖紙上面，我突然間睇到個廣告，佢哋有聖召嘅活動，就係、是、一年六個月嚟呢度咧有聚會，咁咧我好中意個名字就係方正與夢。因為我嘅方仔咧又中意發夢啦，咁樣係啦，咁啊就嚟咗。咁我係最喜歡嘅就係朝拜聖體嗰個時間，真係喺當中同耶穌嗰個傾談，即係你有陣時係真係望住耶穌聖體，你唔需要講任何嘅嘢，只係望住佢。咁好多時佢就會讓你去明白佢多啲。咁呢個係真係要自己恆心地去祈禱，可以體會到耶穌想我做啲咩咯。咁真係好老土啊！祈禱咯。咁啊係，啱。係啊。其實但係另外一樣嘢可以幫到嘅就係、是比較具體啲嘅就係揾人去傾偈，即係可以揾神長啦，揾神父修女啊，去傾你自己聖召嘅問題啊，或者啊你點樣去？即係佢哋會幫你去認清啊！啊揾你都得啊嚇！係啊！喂，呢個過程你頭先陳雲你頭先分享咧，其實即係我自己都有好大嘅感受嘅，因為我入修院之前，即係有啲朋友都識我啦，即係我係青年，即係有好多活動啊，即係自己又好動啲啊。咁咧入咗修院之後咧。有啲朋友唔見曬，唔見曬，即係唔可以隨便見啲朋友啦。咁好多嘢要申請啦。之前即係搞好多活動噶嘛，係嘛？咁又冇活動搞喎，咁即係你唔會搞，即係唔會咁樣搞法啊嚇咁。哎呀，咁突然間咧，即係嗰份失落啦，有啲空虛啦。我最記得係喺即係我哋有啲階段咧，初學院咧，即係初學院嘅時候，即係比較 intensive 密集式嘅培育嘅階段裏邊咧，我記得嗰啲房物好細嘅，我哋嗰陣時喺排頭村，咁咧瞓唔著喎，有一晚瞓唔著，真係瞓唔著。咁我就記得望住啱啱冇落雨，咁啊出邊咧，因為喺沙田啲村嗰度嘛。咁樣啲嗰只琴佢咧呱呱呱咁，咁啊一路呱呱呱咧，我就望住嗰個黑掹掹嘅天，我即係唔好意思，我冇你咁神聖，我冇喺即係聖體面前喊，我就喺間房度自己喺度即係諗啊，點解房都喊過㗎啦？係咩？我哋差唔多時期都個個都喊過㗎啦，係咪啊？我真係問啊！我真係問。點解？即係點解我要喺度？即係好多你話齋，即係我諗住即係發揮所長噶嘛，即係咁。咁但係點解？點解咧？都我問咗好多次點解。咁其實呢個點解咧，即係喺整個回應嘅過程裏邊咧，先至感受到即係天主唔係要你做啲乜嘢，即係唔係要我做啲乜嘢。我唔係要你份能幹，但係我要你嗰份心啊！哦，好深刻啊！即係呢一個喺不論喺即係我發咗初願啦，咁喺初願裏邊嘅培育啦，甚至喺其他地方啦嚇咁去一啲體驗嘅時候，好多時就係咁啊！
即係我最好啲嘢做唔到啊，做唔到就喊啦，係嘛？做唔到啊喊啦，即係發覺自己原來唔得啊。咁但係次次每一次天主叫我嘅時候咧，即係翻翻去喺祈禱裏邊再揾翻自己係邊個嘅時候，原來天主要嘅就係我啊。咁所以即係好深刻呢一個即係回應聖召。咁當然啦，即係大家係可以揾我揾下我傾偈嘅。當然啦，咁我哋即係在啲修女咧都揾得嘅。咁大家遠啲咁咧，即係嗰個陪伴咧好緊要嘅。即係所以咧，即係年青人唔使驚嘅，即係同意。即係總你有心咧，即係要揾人，你要第一步咧好緊要嚇。即係第一步之餘咧，咁我哋即係傾下講下咧，有啲陪伴咧，就即係慢慢去發掘。只是有一樣嘢，記住，天主要你咧，就是、要你成個人，咁啊，包括你個屋企人啊，係啊，包括你嘅所有嘅一切，屋企人啦，你嘅能力啦，你嘅不足嘅地方，都係即係呢一份，話係 ，dead air 一陣先，咁咧。好啦，不如咁啦，我哋即係修會咧，即係唔係好多人認識我哋修會係嘛？咁啊，即係咁，我哋咧，我哋比較唔係我哋嘅會組咧冇咁高調啦，係咪算啦？咁啊，不如講下啦，我哋修會都有啲聖人嘅嚇，咁不如即係大家講下咧，即係大家誒中意邊個修會嘅聖人啦？咁我嗰個未係聖人啊。不要緊啦，對生活的姊妹都啱嘅。我哋嘅聖人啊嘛。我講先。你講啦，你講。我好中意咧，一個修女啊。咁佢咧係創會嗰陣時同會組一齊嘅。咁咧佢嘅名叫聖莊麥迪斯，即係聖約翰世濟修女。咁佢咧嗰陣時咧係第一批嚟到中國傳教嘅。咁其實嗰陣時佢唔係派嚟中國傳教喎，只係咧因為佢比較年長啦，比較即係都係修會嘅負責一啲事務嘅人。咁嗰陣時啊，會咗係叫佢你帶呢班修女啊去到中國呢笪地方傳教，咁啊擺低佢哋咧，你翻嚟啦咁樣嚇。咁但係咧當時嘅中國係1866年啦嚇。咁誒嗰個情況咧係好艱難嘅，咁佢哋去到宜昌嗰陣時咧，咁就個主教即係請佢哋嗰個主教咧就話啦，我哋咧淨係可以咧有船上去，咁我冇人咧可以再帶翻你落翻嚟㗎啦，嚇！咁佢哋會去陝西嘅，咁嗰陣時交通啊一切都好艱難嘅時候，咁佢就。打電報翻去問會組，咁我到底去定唔去咧？咁如果去咗我就翻唔到嚟噶啦。咁咧會組咧就覆咗佢一個字，乜唔咩法文咧唔知咩字啦。我就話一個字啦。總之佢就係去，就只係一個去。咁佢就去咗，就帶住嗰班修女咧，年青嘅修女就去咗陝西嗰度傳福音。咁佢真係冇再翻過羅馬。咁佢就喺嗰度咧，死咗。咁我覺得即係呢個修女佢真係即係嗰個傳教士嘅精神啊！即係佢嗰份嘅服從啦，同埋咧佢去到嗰陣時真係面對咧當時個環境咧，即係佢就好似我所經驗嗰陣時啊，去到。佢有寫信俾會組話：啊，你以為我哋喺呢度咧好多傳教嘅工作咩？你以為咧我哋喺中國呢笪地方咧啊做好多事咩？我話俾你聽，我哋咩都做唔到。一嚟嗰陣時佢哋第一要學畫啦，學中文啦。咁二嚟咧就係嗰個時候個地方佢係。佢真係乜都做唔到，佢去到冇耐就已經有修女死咗。佢話望住喺個會院度，啊望住嗰兩張空凳，啊佢作為一個負責人咧，佢嗰份無助感啊，咁同埋嗰度好凍，佢嘅其中一封信就話
呢度好凍，已經零下唔知幾多度，但係未有回嚟，回車因為交通唔方便嚟到。咁我好感受，即係一個傳教士去到一個完全陌生嘅地方，有咩都做唔到嗰陣時，但係佢哋嗰個信念，為天國啊，為耶穌嗰份嘅堅持啊，淨係臨坐喺嗰度，佢哋真係臨坐同啲人一齊啊。咁呢份可能就係即係為我嚟講，尤其是即係我頭先所分享嘅經驗咧，就係都讓我去反省自己，無論我收會派我去邊度都好啊，無論係做啲咩嘢都好，其實最重要唔係我做啲咩嘢，係同當地人一齊，真係天主同我一齊去到嗰啲地方。所以雖然佢唔係聖人，不過為我嚟講，佢係一個聖人。我都記得，我記得。你咧？咁我為我係最欣賞嘅，亦都係即係時常咧都會即係記得嘅，其實就係阿松達修女啊。其實佢天主唔係揀一啲咧係博學之才啊，其實佢乜嘢都唔識，佢識寫自己嘅名啦嚇。咁佢但係佢都係派咗去即係中國嗰度啦，佢係法國人。咁啊睇到即係其實即係頭先啊陳文咧就介紹一個派去中國大陸嘅一位外籍修女。咁啊松達都係，但係咧佢不是做些什麼的負責人，他只是真的負責一些好我們所說的很低下層的一些工作，即是做傳教士會那麼偉大啊，去到那裡。那他呢經常就是做廚房啦，餵雞啦，就是做這些。他的一生裡面呢，即是他很年輕他就死了，病死，但是即是他很很喜樂地去接受天主，你就是願意我去那裡餵雞做廚房，但是我就用我的生命就是去回應你，我就去在這些這麼微小的每一天的生活裡面，我就去奉獻給你，並不是因為我有什麼的才共。那我這個為自己是一個時常都是一個提醒，即係特別咧，當自己慢慢有一啲嘢，你即係熟能生巧啦，你越做得多，有一啲嘢你好似即係識多啲咯喎，又掌握多啲咯喎，又覺得自己都幾醒啊咁。又原來咧，其實即係呢一個有少少即係提醒翻自己，天主唔係要呢一樣咯，就係你所講嘅，其實佢只係要你嘅心，你整個人嘅嚇，就係佢想放你在哪裡，你去那裡就可以了。你呢？我啊，是啊，其實我也喜歡阿順德修女啊，我準備了講阿順德修女，我已經講了了，但是我想多介紹我們七個自命者他們的犧牲。我入修會的時候啊，啱啱佢哋奉聖人啊，咁啊2000年啦，咁嗰陣時我入咗之後，即刻佢哋奉聖，咁我哋修女佢哋話：你哋喺好似佢哋咁樣殉道者，犧牲者、殉道者，咁好嗰。所以我選擇傳教中國傳教者啦，因為嗰啲尤其是嗰個阿孟丁嘅修女咧 ，Edmina， 佢帶一團我哋修女，決定我哋奉獻俾天主呢個團體，喺嗰個女人很強的那些愛心出來，還有怎樣什麼很勇敢啊，我要學習這些勇敢的決定，還有大團體裡面的那些愛心
好深刻噶，學咗呢啲嘢都要我哋學習，同埋我哋會咗話，佢哋信道之後，佢哋真正嘅我哋嘅 family 姊妹，呢句話點樣生活到？佢哋唔係淨係死啊，生活到喺中國大陸，生活咗影響到好多人啦。呢個最重要嘅，我都想做好好嘅信道者，唔係信道者。可能如果我有機會信到咁好啦，但係全教士嘅使命，要做啦。我哋修會咧，即係補充一下先，即係我哋修會有七位喺中國嘅信道知名聖人嘅，咁佢哋全部都係外國人。咁就喺1900年喺義和團嘅事件咧，就即係同其他120位即係嘅神父啦、教友啦，咁喺嗰件事件裏邊咧就殉道嘅。咁咧就喺2000年，咁啊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就封咗佢哋做即係聖人。咁所以即係七位聖人咧，為我咧都係即係都係。好深刻啊！即係都係嗰個佢個嗰份殉道精神，面對，即係我記得我好記得啊！佢哋一團體啦嚇，個院長係先生香綿，係啦呢度嘅呢個會院嘅主要成人，佢帶領整個即係佢個團體啦，啲修女啦，面對呢、這、一個即係被斬頭啊！即一個一個排住隊啊，排轉隊，佢係最後一個。哦，我即感受你感受下，即你見到你啲姊妹一個一個去俾人斬頭啊，嗰、那個心情係點？但係佢仍然都係好喜樂。話俾你聽，即呢個係即作為即傳教士。作為我奉獻俾天主嗰份嘅奉獻，這個就係奉獻啊！即係為我係好深刻，即係正如頭先即係姊妹都講喎，聖經裏邊嘅即係馬加伯傳裏邊嗰位媽媽，七個仔一個一個咁死，咁即係我覺得係為修會係真係一個祝福嚟。咁啊，哇！講咗好耐呢啲即係我哋嘅深刻嘅嘢啦。咁嗱，你兩位25年啦，係嘛？係啦，我哋頭先都感人啊，點樣即係有策略地咧就去入修院啦。嗱，而家你哋咧25年啦，有冇啲咩趣事啊？即係大家你差唔多一輩啫嘛。我同佢咧就差唔多一輩嘅。嗱，呢位阿趙修女咧就係外國傳教士啫，咁即係。我想睇一睇有冇即係趣事，即係大家分享一下啦嚇。我諗一定有啊，你哋。好開心㗎，係咪啊？咪都講翻啦，呢度你話俾大家聽，我哋會打交先。呢度當中咧有三個修女咧，就曾經咧就一齊過嘅，一齊過，嘅意思即係話喜怒哀樂一齊過嘅。咁啊，我啦、思維啦，同埋阿閒啦，因為都係差唔多加咗一年啫。咁所以初學院有一年嘅時間，我哋就三個一齊嘅。咁啊，叫做同撈同煲啦，咁啊同甘共苦啦，咁啊。裏面是有一些即笑話的，亦都啲辛酸嚇。咁啊，我就會係以兄弟的身份咧，就兄弟出現，即係我同思維咧就時時即係喺阿閒面前咧係兄弟嚟嘅，佢係我哋嘅妹咁啊。所以咧我哋就會好保護佢嘅，即係咩都俾佢做嘅，咁等佢俾機會佢做嘅。佢係做得好好嘅，咁啊，即係同我哋執曬手尾咧，我哋就無憂無慮咁啊，即係講笑啦。咁啊，其實咧過程裏邊，因為我哋要學習啦，咁我係最懶嘅一個，咁啊，阿思維最勤嘅一個，係咩？你會懶嘅咩？係咯，嚇！咁唔係我嘅懶咧，就係耍小聰明嘅，咁即係有啲嘢。初學導師話：啊，聽日咧要咁，即係一個禮拜要做啲嘢，咁即係睇書啊咁之類。咁咧阿閒咧就即係
即係最勤力佢啊，佢讀書讀到好嘢啊，唔係勤力加緊張佢嘅人，咁就即係佢會即係之前一兩日就會同我講啊。哎呀，你要預備點點啊點點，使乜預備啫？到時望下啲字咁就講啦。咁佢唔得噶，我得噶。跟住，所以我幫唔到佢，咁佢就揾下思維啦。咁啊，即係有即係過程裏邊，即係咁樣過咗一啲即係好開心嘅日子啦。咁啊，一定要俾人鬧噶啦，係咪？即係咁樣過生活嘅時候，咁啊係咯，咁啊呢個係我哋其中一個學習嘅笑話咧，即係係好開心嘅一種笑話嚇，咁就一齊去買餸啊！咁啊，買餸亦都最開心嗰段時間㗎啦，買餸。如果講出去就啲人知道。以你咁樣講啊，好多人都好吸引㗎，你吸引曬人。嚟嗱，我講啲故仔俾你聽。快啲講，講啲故仔先。你哋知道好啦，唔好傳出去啊！唔得 live 緊就唔得傳㗎啦，唔係，我要交代少少先。你頭先講我哋學習，咁其實係講乜嘢咧？即係喺初學嘅階段裏邊咧。我哋要對於修會嘅歷史啦，或者會組一啲寫作咧，會有啲研讀嘅。咁為我哋都難嘅，因為會組寫嗰個年代啦，即係用佢嘅語言咧，咁我哋要做一啲反省咧。其實為一個初入修會嘅人係困難咯。咁我哋即係要俾一啲心機去睇，可能有啲艱澀同苦悶啦。咁啊，頭先孫修女都有講啦。咁佢係好有慧根係咪啊？一睇就得啦嘛，係咪啊？咁我咧就既冇胃根，亦都冇精神，我最慘噶啦！我九點鐘咧就烏眉瞌睡，我要去瞓覺上床噶啦。咁啊，第二朝早咧，阿鄭生就你話：江思維，你琴晚幾鐘瞓覺？九點。你個衰人啊！九點鐘就去咗瞓覺咁樣噶啦。咁我哋嗰陣時嘅趣事啦，咁其中一樣嘢，頭先孫叔講話，哎呀，我哋最開心嗰陣時係去街市啦。咁因為我哋咧。在初學院的時候咧，即係家務係自己做翻啦，煮飯啊，咁嗰陣時我哋仲有個備證所，咁我哋都會幫手煮飯啊咁樣。咁我哋初學生咧就要去街市嗰度買餸啦。咁咧你知啦，以前喺初學院嘅時候好少出街噶啦嘛，修心養性啊嘛，買嗰兩年。咁去街市咧都係一個出街嘅機會啊，所以大家係好開心啦。咁有時難免咧，我哋初喺初學院嘅生活咧有啲唔習慣啊，咁啊有啲叽哩咕嚕啊，有啲呻下嗰啲咁，喺初學院就唔方便呻啊嘛，係咪啊？咁咧就一路拉住個買餸車，你兩個節節站，咁咧浸嚟浸去咧，原來咧買咗咁多個鐘頭嘅餸都未翻去嘅。咁咧就所以咧就係即係。當時有很多很開開心心的事情，就是生活裡面有挑戰的，就是去到一個新的環境裡面生活，是有些新的生活的節奏啊、程序啊，要學習呢 是真的要從頭來過咯。但是 我真的很感恩，就是在我們那個階段裡面，我們有同伴，是啊，就是有同伴呢，是就是譬如一起被人鬧咁樣啦，教咁樣，大家一齊啦，新啊，有唔係有時係抵鬧嘅，唔係我諗嗰份情咧就喺呢度建立咯，即係每日嘅生活啊，點點滴滴咧就建立咗我哋呢三位姊妹嘅一啲即係叫做姊妹情啦嚇，呢個係最深刻同埋保持到而家我哋都有嘅，係啊，有好温馨嘅一份嘅。跟住我哋咧，即係去玩。
即係打羽毛球嘅時候，咁其實即係跟住佢用曬佢啲錢啊嘛，咁跟住咧就開始咧用阿孫嗰啲錢啦，咁到最後咧先至用我嗰啲錢喎。咁後嚟打完羽毛球咧，佢好熱啊，我行啦，咁我要去食雪糕啦，咁因為佢冇曬錢啊嘛，咁佢話唔食啦。因為要用你啲錢，食曬我哋啲錢啦！依家你又唔用你嘅錢啊？記唔記得？咁啊，即係係一啲，即係其實我唔係全心呃佢哋。奸！佢開始扮告解啦，係咪？算啦，25年係咁想，係時候啊！太多趣事了，我們那些呢就後來先了算了時間關係是吧。現在呢，你們兩個25年了，25年呢，不知不覺你說很長嗎？又都不算的了，我們還有很多姊妹的嘛，是吧，很多前輩姊妹。25年來有什麼感受？今天你們慶祝了，覺得很快啊，即是好像即係文藝啲，即係昨日嘅事咁樣嚇。即係個時間一來，即係感覺過得快啦。咁但係同時咧，覺得呢25年嘅生命咧，為我冇白過嘅，即係係好豐富嘅嚇。即係嗰種豐富咧，就係有時有啲唔同嘅調派啊，唔同嘅職務啦，就一下就覺得好難喎，我自己唔想喎，點點點啊。但係當喺嗰個有些掙扎或者考慮的過程裏面，真的透過祈禱然後交託的時候，原來天主是讓自己在不同的職務或者一些調派裏面，讓我繼續成長，而且是活得越來越開心。這個是我覺得在我生命裏面很感恩的地方，那種開心就是喜樂那種，從心裏面去真係去愛其他一啲即係我接觸嘅人啦，這個係讓自己越嚟越開放嘅嚇，即係自由嗰種感覺咧，所以就笑得更多嚇咁啊嚇。咁面對困難嗰陣時唔係冇，不過就唔會俾困難去牽住自己唔去行咯。咁所以我好欣賞會做一樣嘢，佢就係。對他的名字叫做苦難瑪利亞嘛，苦難其實英文是 passion， 其實是一種熱情，我覺得會祖的生命是充滿了熱情，我很感受到這份對於生命的熱情熱愛呢，是天主給我的，我要去即付出，藉著我的即生活的見證和一些工作上面的一些接觸，所以我很感恩。所以我都希望，即如果年輕人，如果你想想自己生命點走的時候，第一樣問自己，你願不願意開心地過這個即一生呢？天主會叫緊你的，只要你去聽，打開自己的心，勇敢地走第一步的時候，好事會陸續有來的。思文呢？去年咧，孫修女咧就提我有一日突然間話：，喂，出年我哋做人聽咯，嚇真係咁快，即係覺得冇，即係一日日子係咁樣過咧，特別喺即係忙忙碌碌嘅生活裏邊啊，咁樣就真係唔知道原來已經走咗咁遠嘅路。咁一樣啦，即係我覺得係好開心嘅，係一份即係喺修道生活裏邊咧，有一個好窩心嘅地方咧，就係、是。我不是一個人咯，我有我自己的團體，有整個修會，咁特別即係我哋係一個國際性的修會啦，咁有一啲時間咧，我哋都會即係同其他嘅修女有見面啊，嚟自第二個國家嘅修女啊，咁即係每一次喺呢啲光景裏邊咧，就會覺得自己好有福啊，亦都真係好似預常咗天國係點啊，即係你會同如果他不是 FMM 的話，你不會跟他非洲喎，哪裡哪裡一個這麼親密的一個關係，所以在這裡會覺得自己是很有福氣。
咁同埋好感恩嘅就係喺呢25年嘅修道生活裏邊咧，喺路途上邊，正如孫修女都所講，一定有挑戰同困難，亦都有懷疑嘅時間。但喺嗰啲時間裏邊，自己點樣走過，咁當然係天主嘅恩寵啦。但係唔少得嘅就係天主派嚟嘅天使啦，即係我嘅姊妹啦，我嘅同行者啦。我的家人啦，甚至乎是在我仕途工作裏面所接觸的一些人咯，在我的範圍裏面就是一些家長啊、學生啊、自己的同事啊等等，甚至一些不認識的人，有時是從他們一句半句說話裏面，可能是那一刻是在我人生最低點裏面，但他反而鼓勵自己，他反而堅固了我的信德，那我覺得這些是天主給的禮物。咁啊，即係睇住你哋，即係好似好遠咁啊！睇住啊，25年好似好快嘅，自己都感受到即係好快咁，但係即係真係時間真係過得好快啊！咁即係快樂不知時日過啊！係你講得啱。咁即係自己即係都感恩咧，又即係又你哋啊，因為你哋即係我哋中間隔咗7年啊，係啊，即係中間我哋即係修會裏邊7年裏邊咧冇聖召啊，嚇咁即係變咗我哋即係所以咧好似好遠又唔係好，即係我講緊即係大家嗰個時期啊，咁大家都係即係唔係一年一年接住，係唔係一年一年接住？咁但係又7年又即係一段時間，咁但係即係睇住即係。看到你們即那份的表揚啦，咁啊，同埋其他即更加，譬如今天分享嘅今日慶祝轉慶嗰位即何修女咧，都係即我好感恩咧，有修會呢啲姊妹去見證，即見證佢哋奉獻自己嗰個生活。雖然即難啦，有困難一定有，但係喺困難裏邊，喺失落裏邊，佢都願意去奉獻，即呢、這個。我覺得是彼此互勉的，所以即係都特別啦嚇，即係老土啲講，都係要即係祝福你哋嘅嚇，恭喜曬！下次係你，下一個係佢啊！咁啊係，跟住玩再數啦嚇，咁有冇啲咩嘢想同呢兩位講噶啦？陣間咧，遲啲同學見唔到咧，多謝曬。不用客氣，因為我是見到這個這麼得意的修女，這個修女也不錯啊，已經是唔係嗰陣時，因為喺我去咗做主日學嚇，主日學咁啊所以就認識得呢位女青年咯，覺得。我都好多謝修女咧，我去澳門第一間團體，我哋一齊住啦。咁啊，嗰陣時我發脾氣好多，係咪啊？佢一直，因為我唔明白有好多文化裏邊嘅嘢，咁佢一直聽下啫，冇乜冇乜難。
咁但係咧，係喺即係咁多年裏邊咧，其實即係感覺到，即係呢兩位啦，即係其實時常即係都係我嘅，即係好似一個姐姐咁樣。嚇！已經變咗姐姐啦，唔係兄弟咩？終於變咗，變咗。咁佢哋其實係好即係關心同埋即係愛護我啦，啊咁同埋好多嘅嘢同佢哋分享，其實即係佢哋好有好有耐性，即係去聽啦，讓我去。陪伴啦，嚇，即係嗰種嘅陪伴好緊要咯。咁所以即係縱使唔係成日即係一齊見面傾偈，但係一就翻埋一齊嘅時候就會好開心啦。所以你今日要多謝廢點，俾個機會你，真情流露啊！廿幾年冇講㗎，你都忍得住嘅好嘢。好啦，咁不如咁啦，我哋咧最嬲尾咧就。看看我們即特別這兩位有什麼想跟年輕人說一句、好難啊要找生命的意義來看看吧好我老到了你這句話都說的我跟著口水尾嘛很重要的這句我們也跟著的好啦，咁即係特別啦，喺今年啦，實信青年年啊嘛，咁我哋都希望大家即係青年有心，真係去聽到即係天主嘅召叫嘅時候咧，真係唔好怕去揾，去即係天主咧一定會幫我哋嘅。咁你都走唔甩嘅啦，你唔會走甩嘅，係啊係啊。雖然即係個過程係一定會艱難，但係。天主會派啲天使啊，派啲同伴啊，同我哋喺埋一齊嘅。咁啊，努力啲，諗下自己嘅聖召嚇。嗱，陣間咧，嗱呢兩位姊妹咧嚇，即係嗰個我哋即係慶祝嗰個銀慶，仲有一位何聯兒修女嚇，佢慶祝轉慶。我哋個彌撒咧就喺一陣間3:00喺聖德勒撒堂舉行嘅。咁啊，如果未安排有啲咩活動啊，咁啊要支持下呢兩位，係啦，安排都可以改㗎。咁啊，你支持下呢兩位修女嚇，咁為我哋一齊祈禱。係啦，咁我哋一齊，即係為我哋一齊祈禱，為大家嚇，即係睇下我哋即係 FMM 啊，即係老土啲，所以宣傳一次㗎啦嚇。咁啊得啦，所以咧，所以有咧有信啦，有望啦，有愛啦，嗱呢啲咧。嗱，要嘅啦，嗱要呢啲咧限量版啊，係啊，限量版，你介紹下先。你要儲齊一套咧，就係裏邊有我哋會組嘅説話啦，金句説話啦。譬如喺望德嗰度咧，咁佢曾經講過就係祈禱就係天主同我哋同在啦嚇。咁咧你儲齊一套，你想儲齊一套咧，咁你陣間要嚟啦嚇，限量發行嘅。儲齊一套先得，我哋簽名。咁啊，有興趣知道下咧，嗱，你要嚟咧先至有得攞嘅呢啲嘢。我哋唔係立亂派嘅，係嘛？係啊，我哋唔係立亂派嘅啦。咁啊，好啦，咁啊咧，我諗我哋今日差唔多啦。係啦，嗱咧都要準備啦，我哋咧即係都要自己又要煮飯啦，又要擔台擔凳咧，都係屎嚟嘅嚇。好啦，咁我哋咧就同各位青年講拜拜啦，再見。拜拜。